guys, welcome back. This is gonna be making raspberry and orange buttermilk ice cream. 大家好，今天我和 Jackie 来一起给大家做一个，这个 raspberry 叫什么？小红莓的这样的一个还带有橘子汁的这个冰淇淋啊。好，那 Jackie， 我们先开始烹饪。你点那个绿色的那个，开始，对，这个就是开始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先加60克的糖，好，我们就是用这个普通的这个糖就可以哈，来给我十个，好，加进去60。Jackie， 你看这个称在这里，它从零变到60哈。Next， 点击下一步，非常好。我要把锅盖盖上去，好，锅盖盖上去。好 ，Next， OK， 这里写的什么 ？Turn speed selector to speed 10， 只有5秒钟啊，要快一点。好 ，Start， 快。Next。他说要加100克的橘子汁，要提前的在这个 ice cube 里面。等一下，妈妈来拿，这手不一定干净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橘子汁啊，就是小朋友经常喝的一种。那么加之前呢，记得要归零，然后我们加100克就好了哈。这个是我们用，这个是宜家买的，好像是用来把这个就是 orange juice 倒到里面，然后放到冰柜里面去把它冷冻一下啊。freezer 一定要是冷冻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加100克，这些有多少？因为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哈。好，可能还差一个。我们再来加一个好吗？看哪一个比较容易松动，这个。OK， 哪一个 ？Next， 还需要什么？好，250克冷冻的 raspberry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 Costco 买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加入250克啊。好。加到250，我们停下来啊。你也可以在 raspberry 丰收的时候去买一些冻起来哈。当然你在 Costco 啊或者沃尔玛买的也很容易的啊。好，270，多一点点。好，250。好 ，next， 200克的 buttermilk。好，那么 buttermilk 呢就是这样的，它就叫做 buttermilk 啊。那么这个呢是它和这个普通的 milk 还不太一样，它是有一点，其实好像是 vinegar 还是什么在里面的一种一点成分哈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在普通的沃尔玛什么超市都有的。好，我们来倒进去200。200。对，要200。嗯，好，快200了。199可以。OK， next。好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东西啊，里面有一些糖粉，然后有 buttermilk， 还有这个冷冻的这个raspberry 和 orange juice。好，我们盖上锅盖，然后下一步 ，next。好，请你扭到速度6，要快一点啊，只有10秒。Keep going to 6。好 ，next。今天你准备上做那个酱干什么啊？他说呢，可以把这个 spatula 放进去，但是你看刮刀棒，其实这样就可以拿出来当一个，怎么讲？它也不是冰淇淋，它的质地要比冰淇淋要再软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再来打个速度4。那它这个意思呢，我们也来示范一下啊。好，那就是把这个量杯盖拿走，小盖子拿走。那么你的刮刀棒是小美的一个配件，放进来。好，你扭到4，我们帮它搅拌一下 ，turn to 4， 就是这样搅拌一下。因为我们的刮刀棒有一个挡板，所以它是不会让这个刮刀棒碰掉底下去，碰到那个刀头的啊。好，已经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好简单，好简单。哇！好，我们往上提啊，来。哇，好，我们装到碗里面去吃啊。好的。